Sugar Melon。在视频开始之前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哦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帅哥美人 Sugar Melon。我是子杰，我是叶伟小二，我是香，我是达，我是妮娜。今天我们要玩的是谁是卧底之神秘箱 Facebook Edition。Let's go， Let's go。指定盯上，会动的。啊，什么都可以，就是标签啊、扣扣什么都可以的。Oh my god！真的吗？真的这样可怕？哎 ，What acting is this？ 啊！啊！啊！好恐怖啊！直接你要转过来打。叶伟，叶伟，叶伟，我 warning 你 ，OK？ 你吓他可以，为什么你要吓我？好了好了，你有动到吗？有动到了，他刚才动我。Oh my god！ 叶伟，你快点摸。对对对，姐姐，我已经讲了了，你要吓他可以，不要吓我们全部。哦，这是狗啊，傻逼啊 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有。这心理战我不可以 stand it 啊，真的。把他抓起来。OK， 好，现在到你了。现在轮到你。不敢。OK， 不要紧，来来，狗狗帮你来，不要还一起来，你要勇敢的摸下去，勇敢的摸下去，勇敢，觉得你是卧底，你不用怕，你敢敢的放进去，现在进去进去，哈哈哈哈哈，你在哭，我扶着你的手，连我们慢慢进去 ，OK， 那是活的。他是活的，我们也是活的，你不怕我们，你怕他怎么？有道理，那是不是？We are all living things， 对不对？因为我跟你讲，我教你很容易的，你手放进去，你不用动，他会来动你的。哎呀，我叫什么？我叫什么 ？OK， go go， sure， 你摸到了吗？很快。哎呀，你在那边挥手做什么？谁是最勇敢的？是是，谁是你？是，来，我支持你啊！放进，刚刚的放进去。哎呀，放进去了。OK， 放进去。是不是我 ？I must be after sure。他让我很怕。Last， 我真的很怕嘞。我是很怕。Last， 小心啊！我要直接。没有，我这样小心，我这样小心。你要讲几次？我怕他听不到。OK 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Last 摸到啊？摸到，你确定吗 ？OK。你呢？看，直接看着我啊！我怕！你笑！你弄得我好紧张。我要打他！我打他了！没有。我打。不是搞错。什么来着？来，子杰先来形容。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你没有摸到哈？他来摸我开始的时候，我手进去的时候，我摸到，然后他突然讲。我不知道什么来的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很难形容这个东西。它是一种 insect， small animal or insect？ 谁来？ small animal， frog， I think is amphibian。软软的。软软的。嗯。你刚刚讲软软的。啊， OK。我觉得它的反应很快。嗯。哎，等一下啊，我要打它多一次。你要打它多一次。我刚才打了了，它硬的，那所以我需要讲软的。哦，所以你是越打会越硬啊？我不知道。我问问题啦，可以问问题，因为现在我觉得最羞的应该是燕尾，嗯，因为他摸最久嘛。这个 animal， 嗯，它是属于地面的还是水面的？地面的，地面的，嗯。我要问说，我要请你再摸多一次，这个东西。我跟你讲啊，我第一次在 on set 打人了。那你 OK 的，你 OK 的，摸好 ，OK 的，可以打。你刚刚没有摸好，你敢敢的去摸一下，你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我给你机会，给你机会，好好的摸一下。有没有时间 ？Camera 有没有 battery？ 你敢敢摸它，你敢敢摸它，你敢敢。你让它动我啊！我又不敢摸。不会，不用紧，敢敢摸下去。我感觉到一个毛毛的。毛毛。他在想什么啊 ？OK， 好，我 OK 了 ，OK 了，到你。我要问你的，你觉得是什么颜色？我摸不到它的颜色了。老师跟你讲，我哪里可以猜这种东西？你摸的时候你不懂是什么东西吗？我是色盲哎，连完全都没有让我看那个动物，哪里可以猜得到？你有摸到？问完了，不好意思，问完了。OK，
李白问了一个问题，来，如果你需要猜他的他有几只脚的话，你会跟我讲多几只脚？我可以摸多一次先吗 ？OK， 你可以摸，先跟我讲几只脚。如果他有脚的话，可能来七只哦。七只啊，哇，很特别哦，这个。哎，他是残疾的是吗？七只，七只，可能还有七只脚。有没有算虎扑克在里面？问的 ，Yes， 你的这个东西有声音的吗？刚才我摸的时候，它没有出声音，但是我有感觉它有那个发抖的感觉， okay. 所以如果我仔细听的话，有可能会有声音。OK， 好， yeah. 准备好啊，投谁是卧底啊？来，三二一，五号、四号、一号、二号、四号，所以四号出局。就知道，哎。OK， but does now 现在你有机会反败为胜，你猜得到我们箱子里头的东西是什么吗 ？I think it's a beetle。嗯，对，correct 哇，我猜也对哇，这是蟑螂还是 beetle？ beetle 啦，为什么刚才会来动我的？怎么人家动你？因为我摸到这个，我摸到这个，因为他听我这样，他突然间来动我这样。好，所以这一局 double 胜。我们的谁是卧底？记得在下面 comment 谁是这集的 MVP， 还有记得 like 我们的 Facebook and follow 我们的 every social， 去观看我们更多的新的 video。我们下期见，拜！谁买这个东西你？你是不是觉得你白流眼泪？我想问西西，嗯，请你看住我的牌，我的是男生还是？你说女生，女生，过过过，他说女生。